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睇 Hugo 玩 Pokemon X。咁啊，啱啱终于离开咗个城，去到即系困完雪山，去咗个雪山落雪个城嘅右边。唔知做乜 Q 喺度 ，kick 下 kick 下咁，遇咗手喺堆雪入边遇咗手，扭拉。唔嘥氣去打啦，俾我逃走啦！佢哋走唔到都要受罪咁講。仲未走到啊！就死啦！我一半血啦！我前嘅话正话，觉得今集啲逃跑几率高咗好多，可能我低咧系嘛？死啦！真系做乜鬼到？攞得个道具，继续啦我哋。其实我觉得咁样真系同铁甲西游嗰个冇分别咯，即系只一场地系雪咁解啫，唔系系直情真系冇分别咯，我就死啦，仲冇买补血添。有呢啲咁嘅迷宮仔，就喺嗰堆呢撇雪入邊先會遇到手，嗰下先搞嘢。有冇咁搞鳩我喎？燥底啊！磨死啊！就係俾啲雪。啊！死啦！死啦！即系俾你玩死，换只喷火龙出嚟算，嗰少少经好快吸到啫，唔换嚟换去吸啦，对大家都辛苦。信屎尿！你今日信屎未啊？咁样过爽好多。
应该唔需要去啦。谁人打俾我？女主角，哟，我见到啊，乜精灵圣父，唔知乜嘢，应该要同佢打。佢叫我，呢个系嗰啲，又系嗰啲西装团嗰个女仔啊。咩傳說精靈啊？不過都打咗六個聖章，都差不多要嚟噶啦。嗰啲神獸，佢俾咗粒波，咩波嚟咧？睇下先，唔通又係超級球？咪又係大師球？唔係，唔知有咩用呢個？唔記得咗，可以捕捉捉過嘅精靈，有特殊效果，印象中係咁。佢決定換翻隻海馬去前面先，都係剩下你，因為陣間應該要打女主角，同就算唔係打女主角，應該都係道館喺度剩，揾咗先。道館女主角。果然要来了，四只精灵啊，佢多咗只新嘢，唔知咩嚟啦。依家个战斗场地咧，都依然落紧雪，落紧薄，又系下马威，毒刺，去下马威即蚀翻，蚀翻。都食，对印象中咧，毒系应该黑妖精系嘅，唔系呢只嘢净系超能系，好似唔怪之唔黑佢啊，都磨死佢噶啦，依家中毒同落雪，首先解掂一隻，佢就一隻阿布索隆科系主角兽，我喺落雪磨死我，我都唔明点解佢对住水系都仲换只火系主角上嚟，不过我冇血，换走佢先。哇，好大力喎，扣咗一半，唔紧要啦，我重创返去嘅。哇，口气大少少啫，唔使咁样啊，比预期中好高攻啊，真係高攻好多好多好多。
估半個字啊。三三咧就准发啦，换咗雷伊贝嘅人，用 mega 进化咧，可以变咗龙属性咧，就算俾快过，用咗电系招数打到我都。唔會被秒殺到，不過何況依家我快過去。剩翻好短壽命啊！不過佢只阿古蘇魯咁低咧，應該好簡單就解決咗佢。哇！最劍舞佢。磨都磨死佢啦！俾啲天氣，又喊，都失敗嘅女主角，輸親就喊。一波补咗血，唔该晒啊！真系，哇！发生咩事？哇！我好科幻啊，好 3D 啊！我开 3D 啊，睇睇个地图先。好神奇啊，地图！哇！发生咩事？啊！一踩中间嚿嘢去咗边噶啦？即系如果我依家未踩，周围都去唔到嘅。第一踩，哇！再打一个先。哇！野树收。被黑爆我只嘢，不过完全冇谂过用呢只嘢同佢打。哇！四十六咧，爭兩咧就進化啦。繼續傳送喎、啊！呢、這個先係傳送。哇！好亂啫、啊，咁呢個地圖，你睇下，完全唔使用腦記，因為你用腦都記唔到，仲行到好暈添。搜索清楚先。哇！嘥氣，跟綠色就走紫色係嘛？綠色走藍色，點解呢個道館？我要汪！點解就覺得我重複不停咁樣？行同一樣嘅地方咁，咦？唔係打咗你嘅咩？
个混乱啊，俾你搞到。飞速踢咧打唔中人嘅话咧，就会扣自己血噶啦。所以啱啱佢打唔中我，所以扣自己血。啊，好混乱啊！呢个地图。完全唔知道自己喺边啦，已经又掉翻转头行都难。个紫色嘅地方啦，炮子。一下咬碎搞掂佢啦！点解吸经挂都吸到几四啊几五啊咧？一下秒佢啦，不过唔知佢会速度快过咧，最重点系我谂应该 OK 嘅，嗱，得啲幻想力就得噶啦，佢回应你，我谂佢快过去就真系快过去，不过真系秒唔到佢啫，估唔到有，但系估唔到佢唔打我，即系多谢晒。呢、这个就到官章啦，哎打啦打啦，补补血先，有个补血咧仲 pass 啊，冇买到，哎有嚿补血，唔知俾得翻嚟嘅，唔紧要，食啊食啊食啦，好战斗啦我哋，哇，点解啲设计咁差噶？揾个菲律宾妹过嚟做官主得嘅你。哇，好卵核突啊！哇，今晚发恶梦啊，真系。佢之前嗰虫系管主已经够晒核突噶啦，仲核突添呢啲。我尽量令到我只。海马喺金铺入边吸到46、48咧先，
都是換手打的了。好，完全在我的控制之內。拖欠，換換手去，換啦換啦，唔係好想去中睡眠，因為佢招狂咬係今次道館戰嘅重點攻略要素之一。犧牲下貝殼龍啊！咁就可以唔睡眠地可以搞掂到佢，佢補血都冇用噶啦，因為下彎我攻擊都係殺到佢嘅啫。狂咬嘅命中基本命中率係 100% 重要，我最一下殺到先咁似。我諗今次應該升到叻噶，所以唔使等等換咗出嚟啦。哇！呢只嘢竟然，睇我點秒你啦！佢物攻咁差，佢用彈幕位真係嘥氣。秒咗，咁低防正常嘅，俾我秒其實。你升唔到呢個再馬，仆街！啊，智障道館。完全唔知想点咯，呢个道馆冥想唔都似咁超能力送我翻出口去啦，唔得入屎啦，唔通仲喺度流离浪荡咩？以后唔入呢个道馆添啊，咁鬼恐怖，行得头都痛埋，发生咩事？睇嚟有啲事發生喎，好嚴肅啊！雖然你不嬲個樣都係咁，話咩最終兵器我見到世界嘅丑陋喎，係咪應該要同個乜乜團嘅咋？通常咧都係打到第七、第八個道館之後咧，就會要同呢、這個嗰啲邪惡兵團嚟個決戰，先會真正咁樣開始。打埋最后个道馆同埋四大天王，不过唔理啦，我想只海，我想海马进化啫。咁多仔，好。嚟啦！鱼手啦！令我进化嘅最后一只兽，唔系海，令到只海马进化嘅最后一只兽。好啦，唔出嚟啦嘛，出嚟啦嘛。信死了，系时候进化啦你，丢礼物，
有 50% 扣自血，总之 75% 扣人血， 25% 扣自血，总之是有智障技啦。一升得400呢，如果同上网外国 case 一样就进化了，应该就是啦，真的进化。好紧张啊！好啦，咁今集亦都随住佢嘅进化去到呢度啦，希望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